欧洲干旱仍在加剧，法国的干旱形势尤为严峻。当地时间8月5日，法国总理府发表声明称，目前法国的旱情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总理博尔内决定启动部际危机小组应对旱情。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克里斯托弗·贝舒表示，目前法国全境超过100个市镇的管道中已经没有饮用水。另外，意大利也遭受高温干旱天气，当地时间5日的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多座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该国正在经历220多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干旱。英国官方披露的一份关于新冠后遗症的统计数据引发关注。当地时间8月4日，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截至7月2日，英国有180万人正在承受长新冠症状的影响，其中 14% 的人感染未痊愈期在12周以内，高达 81% 的人感染期超过12个月。另外，全球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康复3个月或更久后，仍有1/8的新冠患者报告至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症状。这是第一份针对新冠长期症状的全面性报告，使用了多达76422名参与者的数据。法国紧急成立危机小组，当地时间8月5日，针对目前法国严重的旱情，法国总理府发表声明称，面对严重干旱和很多地方正在经历的缺水形势，法国总理博尔内决定启动部际危机小组。声明指出，目前的异常干旱正在剥夺很多城市的供水，同时对农业、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来说是悲剧。法国官方透露，博尔内启动的部际危机小组于5日晚些时候召开首次会议，主要研究干旱形势下的水资源保护和利用问题。据悉，该危机小组将定期从受影响最严重的省份得到当地省长的相关反馈，以制定相应的供水计划，同时还将监测干旱对法国能源生产、交通运输及畜牧业等方面的影响。法国总理府认为，目前法国的旱情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而且在接下来15天还可能进一步加剧。此次旱情已经导致数个村镇断水，同时对法国农业、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带来了严重的打击。根据官方通报，法国已有多达93个省份干旱，面临供水限制，其中62个省份已处于供水危机中。这62个省份主要位于法国西部和东南部地区。当地时间8月5日，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克里斯托弗·贝舒表示，目前法国的旱情是史无前例的，法国全境超过100个市镇的管道中已经没有饮用水，这些市镇需要靠水罐车进行供水。据法国 BFM 电视台报道，在法国东南部的瓦尔省，当地已经采取限制用水措施，每人每天用水150升至200升，如果超过用水量，当地官方计划处以1500欧元罚款。同时，相关场所还可能被安装节水装置，强制限制水流。值得警惕的是，法国作为全球第四大小麦出口国，也是全球前五大玉米出口国之一，极端干旱天气可能进一步加剧法国粮食供应压力。法国或许只是欧洲干旱的一个缩影。据欧盟委员会最新的一项评估报告，约有 44% 的欧盟国家处在干旱预警之中，其中意大利的情况也较为紧急，当地时间5日的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包括首都罗马在内的多座城市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该国正在经历220多年以来最为严重的干旱。欧盟委员会预计，包括法国、罗马尼亚、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在内的多个国家今年粮食产量将下降。欧盟发布声明称，今年7月的大豆、向日葵和玉米的产量已经比平均水平低 9%。另外，西班牙农业部表示，因今年夏季的持续高温热浪，加之乌克兰产的葵花籽油供应中断，未来数月全球橄榄油的价格可能会居高不下。英国180万人患长新冠，英国官方披露的一份关于新冠后遗症的统计数据引发关注。当地时间8月4日，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截至7月2日，英国有180万人正在承受长新冠症状的影响。在这些受长新冠症状影响的患者中， 14% 的人感染未痊愈期在12周以内，即7月2日之前的12周里感染新冠病毒且没有痊愈，高达 81% 的人感染期超过12个月。此外，76万人感染新冠病毒超过了一年，38万人的感染期超过两年。
调查显示，疲劳仍然是最常见的长新冠症状，其次是呼吸急促、嗅觉丧失以及肌肉疼痛。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长新冠是新冠病毒感染者可能面临的一种疾病，一般在新冠初次发作后三个月出现症状，持续两个月以上，而且无法通过其他诊断来解释。此前，美国众议院小组委员会举行了致力于了解和解决长期新冠及其后果的听证会。据小组委员会提供的数据，美国目前感染过新冠病毒的成年人中，约有五分之一仍带有长新冠症状，大约有100万美国人受相关症状拖累而被迫离开就业市场。近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也最新披露了一项研究结果，在2020年4月至2021年2月期间，1038名有症状的新冠患者中，近 30% 出现长新冠。其中最常见的症状是疲劳、呼吸短促。同时，这项研究发现，接种疫苗和加强针有助于降低出现长新冠的几率，而防止长新冠的最好方法是不要感染。另外，据日本富士新闻网报道，日本专家研究团队围绕新冠肺炎后遗症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约有七成的新冠患者认为后遗症影响工作。该团队针对3000名有新冠肺炎后遗症的患者展开调查。8月2日，中国台湾中央社报道称，台湾一些新冠康复者出现新冠后遗症或称长新冠症状。据台当局健保事务主管部门统计，岛内108家染疫康复者门诊共收治3174长新冠患者，其中31岁至50岁年龄层占 45%， 41岁至50岁占 22%。一则权威警告，随着长新冠持续引发关注，关于这一疾病的科学研究也越来越多。近日，全球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康复三个月或更久后，仍有1/8的新冠患者报告至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症状。这是第一份针对新冠长期症状的全面性报告，这项研究在荷兰北部地区进行。使用了从2020年3月底至2021年8月初共计76422名参与者的数据，科学家们利用了荷兰最大的队列研究数据来跟踪长期新冠后遗症问题，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疲劳、呼吸困难、嗅觉丧失。数据显示，在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群中，有一种或多种标志性症状的参与者比例为 21%， 而没有感染新冠的人群中出现症状的比例约为 9%，所以约 13% 患者出现上述症状可归因于新冠病毒。莱斯特大学肺部健康研究所的临床副教授 Rachel Evan 表示，这些数据为新冠病毒的长期健康影响提供了独特和非常有力的证明。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的 Aranka Ballerin 表示，在疾病的急性发作期，经常报告发烧和咳嗽，但很快就会消退，而胸痛、嗅觉和味觉的丧失在很大比例的患者中持续存在。其进一步表示，在新冠患者康复3到5个月后，仍然会看到这些症状持续存在。这表明新冠后遗症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另外，据《柳叶刀》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与德尔塔变异株感染相比，奥密克戎感染者发生长期新冠后遗症的几率下降约 20% 到 50%。有医学专家表示，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大量感染，对于全球医学界来说，长新冠依旧是一个需长期重视的课题。